紧紧抓住观众的目光。另一方题材席卷台剧，而且要进军黄金时段，男主角竟然可以用闻的就知道鬼魂在哪里，还选择了防撞工作，正因为有特殊神笔，用嗅觉就能通灵。闭嘴了，不要吵了。什么？闭嘴，离我远一点，让你臭，走开了，滚，你被开除了。也让各路孤魂野鬼纷纷找上门求助，刺激剧情由此展开。灵敏嗅觉让阿飘无所遁形，男主角蔡凡心与陈婷婷搭档，化身凶宅专家，把凶宅经济交给你。凶宅经济，到时候你就要明察暗访，不定走一走，看可不可以开发到什么新凶宅，用你的能力帮我冲业绩。不愿意啊？没有。全剧充满灵异元素，还带有轻喜剧氛围，特效镜头多达600个，堪比电影。光拍14集就耗资8400万元。不过各界好奇，拍摄灵异题材，演员有没有遇到特殊体验？我们在开拍前都会先拜拜，对，一定要先拜拜，一定要先跟他们打招呼，说我们来这边，然后打扰到你们了，这样。借由凶宅案件谈到职场甘苦，当然一定会有所谓我们看不到的鬼，但当然也有。比如说宠物的灵魂，或者是到最后我们可能会探讨说，到底是看不到的鬼比较可怕，还是看得到的人比较可怕。扑朔迷离的剧情和让人心动的恋爱情节，卡斯强大，也让人期待后续发展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